evening. Welcome to Toronto TV. My name is Karen and this is Catherine. In this section, we're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some community needs that we feel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you. What we'll be covering is just different 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So I guess I'll just talk first, just from Canada. I came when I was 8 years old, and in terms of celebrating Chinese New Year, I would probably spend my time with my family, making sure that we get our lucky money. It often ends up just going shopping during the day just to prepare a big dinner. So the whole family, including my relatives and cousins, just to come together and have a big dinner. And that way we can sort of share on, you know, how well the year has gone by. And just giving thanks to, you know, one another. And making sure that I get lots of lucky money. Yes. That's a great way to kickstart the year. Yes, to share. Oh. Yeah, 我跟 culture 跟你们不太一样。那我是来自北京的，那在我们中国呢，就是大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会包饺子，然后从7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家坐在一起，然后我们会做饭呢，然后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然后呢，会在12点钟的时候就放炮仗。Fireworks. Yes. 然后呢，就after12点钟以后呢，我们就会吃饺子，会在就是新的一年头开始吃饺子。那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会有鱼呀，就是一定要有鱼，那就是中国人说的年年有余。OK， 那饺子呢，在初一早晨我们还会吃啊，就是啊，我们有说初一饺子，然后初二就要吃面。吃完面了以后呢，我们会去拜访亲戚呀，去跟去拜年呐。 然后初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如果结了婚的就要回去，回娘家，这样子。然后初四，我们在家 relax， 然后就上班了。我想除了这些以外，我有听过一些香港的消息，那香港人应该是他们喜欢舞龙舞狮，然后就像你说的，又有 lucky money， 然后就会有很多，是吧？嗯。I do have a lot of friends. But a lot because I've been grown up in Canada, I'm sort of more used to the CBC style. Okay. 所以變咗好多時咧，我哋可能要跨年宵咯。咁我哋有好多商場啊，咁佢都有好多活動，咁我哋會一家人可以一齊去。咁我心心，應承嘅嘢，咁下低，咁買嘢。咁啊，我如果有機會咧，喺北京，咁我同你去過另外一種新年啦。係啊，我好想去。係咩？咁樣享受呢個傳統，會好熱鬧咯。應該會㗎。不過我諗呢邊咧都應該會好熱鬧啦，譬如好多人熟悉啊，咁佢哋都會有好多活動去出嚟，要大家冇忘記我哋個新年。因為我諗，因為我嚟咗呢度可能21年啦，咁開始嗰陣時咧，可能好少有華人嘅，咁變咗冇乜機會有慶祝新年咯。因為好多時你都會即係1日後咁 啊，New Year，咁嗰度已經慶祝咗。咁我乜機會就咁，但係近年有好多人來自香港啊、台灣啊、中國，即係好多不同嘅地方。咁變咗越多人，咁越多人係多文化咯。咁集體一齊都慶祝咯。係咯係咯，咁你都可以學多啲，可以知道多啲中國啲嘢。雖然我即係而家又可以學多啲即係講國語啊，講下廣東話。 大家翻返嚟多倫多網上嘅家中港台節目，咁我今日想介紹下。
住買聖誕禮物俾大家啦。但係我哋今晚嘅嘉賓咧，佢係好忙碌咁樣籌備緊嚟緊嘅農曆新年個 Chinese New Year Fair， 呢個係 organised by 個 Toronto Celebrate。咁我而家想介紹下我哋嘅嘉賓，就係 Alex Young。你好 ，Catherine。哎，你好。你哋兩個都係咁靚，所以我都分唔出邊個。首先咧 ，Alex， 我想不如你介紹俾大家聽，究竟呢個節目係要幾時啊？咩嘢嘅？今年嘅金學年小學新春咧，將會係1月22號至1月25號啦。喺Automotive Building 即係 National Trade Centers， 你可以話係 CNE 同大家見面。咁我想問下咧，即係嗰晚我哋會嚟去嗰度咧，會唔會可以睇咩？有咩節目嘅？好似聽日有好多豐富。係啊，今年特別爆製添，好似以往一樣啦。呢、這個節目咧都盡量咧係多元化，好多唔同類嘅表演，包括有啲傳統嘅，同埋有啲最現代化反映咧，而家第二代嘅年輕嘅活力。咁今年咧，我首先要同大家報告就係咧，我哋啱啱咧就簽咗一個加拿大咧一個所謂咧新秀好出名咧叫 Jay 嘅。哇！我聽過。聽過係嘛？係一個女歌手。咁咧，佢咧就一出道咧就已經俾 EMI 出名嘅唱片公司咧簽咗佢約嘅。已經出咗 CD。出咗 CD、MTV 。同大家各位見過㗎啦，咁樣咧就我哋好難得啦。有時我唔敢講話重金禮聘，因為呢個年宵都唔可以又播得到。但係咧就係、是、J 咧好熱誠啦，知道嘅呢個年宵嘅目的咧就係、是、所謂 showcase 咧、本地加拿大嘅亞裔，尤其啲年輕一代嘅才華。所以咧聽到我哋呢、這個年宵嘅目標咧，就即刻話係我一定要嚟。我一定會精心同大家表演，咁所以大家喺開幕嗰晚，即係1月22號啦，最緊要嚟欣賞佢嘅才華。一定嘅，尤其是我自己頭先啱啱講過啦，即係身為住咗加拿大咁多年啦，咁係近排先有多啲可能啲節目啊，多啲文化啲活動，咁又例如呢、這個咁樣，我年年咧都係好期待咁喺度咁同埋。同胞啊，大家慶祝下農曆新年啊！哦，咁有冇大陸嗰啲演員去參加咧？有啊，都有啊！我今年咧仲特別邀請咧所謂大陸人，即係講國語人，有一班熱心嘅搞 show 嘅人士咧，就我哋咧亦都係特別咧設計咗個節目，就喺星期日，即是1月25號下晝啊。有一個好所謂一個 variety show，就喺呢個多倫多嘅華人社區國語人社區最優秀嘅表演人咧，一齊邀請曬。咁我一定要，記得25號 January 個下午去參加呢個 show。係啊，實在4日內啊，我哋都包括好多節目嘅，包括有最精彩嘅。功夫係啊，有一個節目會好可能咧喺大台咧喺多倫多未見過嘅。我依班所謂少林高手同埋農夫武師啊，佢應承咗今年暫時保持秘密，但係咧會係好精彩嘅功夫表演。咁另外咧，我哋又邀請咗因為多元化，我哋邀請咗菲律賓人社區，亦都係你知大家。菲律賓人唱歌好靚，係啊！今年請咗佢哋好好嘅歌手嚟我哋助興。咁仲有啊，我哋會有一個特別為年輕人做嘅 program 咧，就叫做咧 U Idol。大家咧最近聽過又有 Canadian Idol、American Idol 啦，咁樣咧，我哋有班熱心人咧就搞一個 U Idol。U meaning it could be you, by you， 我。University， 你都得噶，或者 University， 就係咧邀請，冇錯啦，喺個多倫多同安省咁多大學嘅校園，發掘一啲才華，
啊，擺一啲天才，叫邊個天才？咁聽我哋都有去。你哋實得。我諗我會有份睇咯。咁尤其是呢度多倫多，我哋有咁多間大學啦，咁有好多即係好叻嘅啲大學生，我相信咧，如果你聽到或者係睇緊咧，咁一定要 visit 過我哋個 website， which is Toronto Celebrate， 即係要知多啲資料關於啊呢個電影或者呢個 competition。冇錯，啊，仲有喎。第二年都唔係淨係睇表演喎，仲有我哋亦都有係夾買唔過啦。你最中意嘅食嘢啦，食嘢啦。今年啊，大會安排咗啦，超過十個國家亞洲國家嘅食品。咁我食先減肥咯。係啊係啊，是啊或者你新年抱一個願望減肥煙，喺年宵煙佢破壞咗。唔緊要，等我食先。咁啊，仲有一樣我想提一提就係、是。大會亦都係想咧，除咗台上表演，亦都係請咗有啲出名嘅藝術家，好似畫家啊，好似唔同嘅中國傳統嘅手工藝嘅藝人啊，專家剪紙係其中之一，仲有啲雕刻啊，今日個會現場雕刻啲玉石，好精緻，所以大家唔好所謂走雞去過。一定要嚟參觀下。咁呢個咧個 event 真係有好多嘢 ，one of a kind 咯，有特嘉賓，即係又有 J 噶，又有U 個competition， 真係好多嘢啊！咁大家一定要注意啦。係啊，如果想知道個節目點樣，請大家入個網嗰度，大會個網係 www.torontocelebrates.com， 到時大會同大家見。好啦，那我想跟讲国语的朋友们说，你们要记得啊，参加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show。那我们今天要感谢 Alice Young 参加我们的活动。大家好我是 Catherine 我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家中港台节目。那么我们刚才和 Alice Young 谈到了新年他们港元宵的活动，那么我呢就今天有幸请到了著名的高飞导演 Jeff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那因为 Jeff 呢他在中国，在北京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导演，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员，他曾经演过比如说三国演义呀，还有一些比较很就是很多很多电影，还有小品和相声。他来到加拿大以后呢，他也是社区非常很多大型活动都是由他来主持，由他来导演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跟他问问他对今年的新年呢还有这些活动他有什么看法呢？坐我旁边的这位呢就是高飞先生。高飞先生我知道您在这些就是在加拿大这方面呢您组织了很多大型的文艺活动，那今年是不是您也做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呢？是的，这个往年呢差不多我们有很多年了，这个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呢都有一场大型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加拿大。对，在加拿大。那么呢，这个我自己呢，现在还有一个演出公司。那么呢，这个也参与一些这个大型的一些演出。那么呢，这些年来呢，在这里可以说，在我们特别是普通话里头，比较代表性的就是每年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地点也挺固定，每年都在那个港文城三台。文城三台，在那里举办。那么呢，今年呢，这个。我也将作为主持。您要是同时呢，这个从大前年开始呢，我呢又拾起老本行。在这个晚会上呢，还要表演一个这个相声。相声。去年和这个京剧表演艺术家这个胜利一起合作的，说了段相声。非常有名的。大家很喜欢。那么今年呢，我和我太太呢，这个西慧呢，就联合的写了一段。是吧？写了一段呢，主要是反映他们华人这个移民生活的相声。笑不能等，笑不能等。今年呢，听一听嘛。对，今年呢，将和这个我们这个
中国的世界的这个击剑冠军李华华小姐呢合作。击剑冠军啊，非常不容易哦。是的，是的，不容易。这个一起呢，那个联手合作嘛，嗯、这个希望能给那个海外的华人呢带来一点欢乐。对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听到很多人家都说，哇，高飞这回要说相声，我们都等着听呢。对、啊，大家都在等啊。嗯。只要大家喜欢，反正呢就是，有精力吧，啊，一定每年呢都争取给大家呢这个表演一段。行。啊，表演一段。您刚才说到有精力，那是不是说您在平常？因为我刚刚听到您说您有自己的演艺公司嘛，那因为我不是文艺界，那我不知道文艺界方面在这方面是不是很艰辛啊，或者是就是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不容易，来了加拿大这十多年呢，一直想呢这个从事这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嗯、熟悉的工作，嗯、这个搞个演出公司啊、嗯，原来是这么想的，后来呢这个做起来呢就感觉难度呢。大，这个大的话呢，就是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这个空间呢，还是小，就是华人这个生活呢，虽然大家都在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啊，都在说华人生活呢就比较枯燥啊，需要这种声音，需要这种生活，但是呢，怎么说呢，一旦搞起来之后呢，还有一定的难度，还一定难度啊。但是我们很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来，因为像中国年，我希望就是给大家，就是我们中国的这方面，当然需要你们这些人可以提醒我们记得，然后可以多让我们有一些好的节目给我们看。是是是，这是我们怎么说呢？所有的这个从事这个工作的这个艺人吧，这个心情啊，心情。大家呢，这个特别是海外移民现在越来越多，来的人呢非常的多，特别是专业的，这里头可以说很多这个国家一级团体的一些一级演员呐、啊，这样很有成绩的一些演员呐、啊，都来到这里来移民来了。那么呢，可是现在从事的工作呢，基本上和过去的工作呢，都是这个相差很大。这个大的话呢，可以说反差到什么程度呢？过去是一级演员，啊，在舞台上整天活跃在舞台上，活跃在电视当中，现在呢。这个在饭馆里头打工烧碗，烧碗端盘子，这种情况很普遍。所以我呢，怎么说呢？这个周围呢，接触的也都是很多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那么大家也都是一个声音，就希望我呢来带头，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空间，能有一个发挥啊，自己这么这个专长。啊，说到这个呢，我倒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啊，我是这个多伦多网上电视的主持人Henry。关于那个高飞呢，很多朋友想问，你本身自己又在演戏，是，又做主持，是，现在还得搞一个艺人的演艺公司，是。那海外有那么多有知名的，过去知名在，是，或者出国以后感觉要沉默下来，就怎么组织这帮人？到底，感觉上工作量很大，你怎么分配你的个人时间？说来可能是可笑，对，可能在海外生活呢，很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且很现实，很现实。过去呢，我理解就是压力，现在呢不是压力，就是难度，啊，难度是什么呢？你得生，首先是生存，对，然后你再说你去，这个，搞创作去搞创作，的完成你心中的一些夙愿呢、啊，一些什么，是另一回事。但是现在呢，我有个演出公司，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的主业，啊，是吧？但实际上我呢，这个还从事这个，我还有个旅游公司，哦，是吗？哎，我还是做旅游。那么接待一些中国的一些这些商务考察啊，这些代表团啊，主要做这个工作。这工作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做一小时是有一小时钱的，这主要是养家糊口的，养家糊口的这么一份工作啊。但是这个演出这个呢，这个把演出公司以后变到就是说能达到就是说也能挣点钱，也能这个靠它来养家糊口这个程度，还有一段艰辛的一段漫长的一条道路。啊，太谦虚了吧？是是这样，是这样的吗？实事情那个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在这里可以说做了多年来做了很多的尝试，你比如说搞一些这个定期的舞会啊，为华人当中这个移民呐、啊、组织一些舞会，啊，为大龄青年们牵眉拉线呢，是不是？听说你在那个舞会的这个组织方面也是非常棒的，花大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我告诉你讲，就是。可以说是不赚钱的，哦、甚至还是把我旅游公司赚点钱还贴不到上去。为了广大的那些舞友们，是是这样啊，
所以说呢，这个最主要一个就是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头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那么从中国呢请来一些大的明星导演来演出，像99年的世纪大年，这个大型活动就我主要总导演我来搞呢，而且说在加拿大历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典范吧，啊，比较典范。这个在加东地区的巡回演出啊，近那个近百人呢，坐这个租的那大交通车来巡回式这种演出，很轰动，很风光，也很成功，啊。但是呢，经济效益来讲的话，可以说赔得稀里哗啦。所以高先生为了艺术事业奉献自己，照亮我们。他，但是我还是很乐观的，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大家要生活在这里，把根扎在这里，这种生活是不可缺少的，是不是？你每天听的这个英文的歌曲，看的英文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是不是？你那个感受和你那个感觉和看这个本土的自己怎么灵活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区别，对，是不是？特别是文艺圈子里面的一份子，特别看了一种感受，在海外拥有自己的节目，自己的华人的一些，一些表演会出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指的就是说，最主要的还就是说，我们就是从国内来的移民越来越多，你看多伦多。差不多有将近40万的人，对，是不是？40万，将近人家当地的本地的人口的近1/10了，一个比例，是不是？对啊。这个比例的话呢，就是说呢，大家都要在生活，啊，而且呢，特别是家长呢，对这个子女啊，最近怎么样？这个家长们对这个子女啊，这个这种期盼嘛，对他们这种就是说这种希望。也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些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文化，自己国家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搞一些活动的时候，来了一些呢，很多都不是说能听特别完全能听得懂的这个中文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说你们来做什么？就是家长就说呢，让他们来就是感受一下，就是感受一下。所以我呢，就是说对今后的这个。华人这个文化生活这种前景，我绝对持乐观态度。目前拿它作为主业的话，就是说呢，作为公司来讲的话，就是说一种就是经济效益还是没有这种原因的，可能多方面的，因为必然就是说呢，我们来的一些这个新移民呢，在经济能力上啊，这个还需要这个非常的这个对有一个过程，你比如说消费的这个标准哈。因为我们搞一场演出的话，那你现在就是说这个门票啊，是不是这些吃住型的演员的吃住型，这都是一笔固定的费用，包括租一些场地啊，是吧？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海外人工都很贵的，是吧？对对对。但是呢，你要跟这个门票呢就不成正比。门票的话，你要说我要想就是说 cover 这些费用的话，我就要说门票有一定规范的一个价钱。但这个价钱当地的人呢就有点就是还是接受不了。对，那我们非常感谢高导演今天在这里边跟我们这样的聊天。好，然后呢，我也知道我们也很开心你能够为我们组织这么好的联欢会，这么多的节目。那我希望呢，今年是1月18号是吧？1月17号。1月17号呢，就会在 Convention Center 有一个。很大的春节联欢晚会，那到时候呢，就有这位最著名的高飞导演，还有高飞主持人，还有他会说一遍非常非常精彩的相声。那我想我们到时候再见了，也希望大家记住每天记得收看我。只要大家能开心过个好年，这是我最大的心愿。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